许荣慈义志工受邀到世毛月翁姑狐仙国中进行反毒宣导讲座。所谓的要纾解压力，因为他忧了之后，他就很苍茫，他就可以暂时忘记了一切。可是当他清醒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样的要去面对啊，对吗？这个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志工讲解毒品带来的危害，希望学生们能够向毒品说不。所以学了很多东西咯，关于毒品是怎样的，有带来什么后果啊？刚刚已经看过了嘛，就很多那种负面的东西，就感觉到很像，最好是不要碰比较好了。我就是学到不要用不好的方法来纾解自己的压力，这样对自己的身心都不好，也不要因为朋友的诱惑来误入歧途这样。大部分学校都很强调专业，可是呢，他没有想说我要怎么去培养一个好人。慈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教务团队也到场举办招生说明会，提供升学管道的参考。还是一些我感兴趣的科目，然后也有很多实习的机会，然后也有很多学习那种人文的东西。跨国招生希望能够带给马来西亚学子不一样的升学选择。大爱新闻王真莹、林彦君，马来西亚报道。